听真话吗？男生出现这些细节的话，就证明他喜欢你。当别人在问你的时候，他第一时间回过头来。有你在的地方叫的很大声，手机里藏着你的照片。你和别的男生玩得很好的时候，他很吃醋，会经常出现在你出现的地方，会像长辈一样提醒你该做什么，在你面前很注意形象。你只要观察他有没有这些细节，你不就明白了吗？